所以呢，我们来再让我们的现场来宾来猜几个灯谜哈。好，来，有没有人知道要来猜台湾的第一名哦？哈，很简单，大朋友小朋友都会，但是我们优先礼让给小朋友，好不好？哈，雨后春笋这句成语是台湾的哪一个地名？来，这个女同学来哪里？新竹答对了，好，我们送你一个财神爷的蛋糕毛巾礼盒一个哈。好，我们还有毛巾，还有灯笼，灯笼还有吗？还有哈。好，那我们再来猜，也是台湾的地名哦。现在大家都很喜欢休闲旅游跟观光，我们给这边的朋友一个机会哈。饮水思源，请问是哪里？也是现在非常热门的，大家很喜欢去旅游的地方哦。有没有人知道饮水思源是哪里？这边有个小朋友会来，会评分就在你旁边，请问是哪里？哪里？淡水哦，还差一点。对，饮水思源在哪边？来，这边这位先生，哪里？溪头，饮水思源啊，对。资本答对了，送这个小朋友一个蛇灯，蛇年的灯笼一个哈。好，好，那我们再最后一题好了哈。好，最后一题很简单喽，四季如春，台湾地名。来，这个来那个，好，坐在走道旁边这位男生来叫什么？对，是你，四季如春哪里？恒春答对的是送分题哦，好，谢谢。OK 吗，玉祥 ？OK 了哈、哦。好，来，玉祥还有他的很可爱的乐团，他们乐团叫做怕怕乐团哈、哦，要来为各位表演四首曲目啊、哦。好，四首曲目分别是第一首歌曲，再来是就是不接你的电话哈、哦，第二首歌是叉叉，第三首歌是流浪王子，第四首歌是我好喜欢。台北登杰，我们热烈掌声来欢迎黄玉祥，还有怕怕乐团。下一首歌叫做叉叉，为什么叫叉叉呢？
因为我不知道歌名要叫什么，所以叫叉叉来。
后谢谢我们公司不清，对，所以如果你们嗨就可以。然后下一首歌有点特别，也没有到那么特别，但是其实有一点特别，就是因为我们拍电影嘛，我跟玉祥拍电影，就拍那个逆光飞侠，然后我们在拍的时候，我们有去一个地方排戏，然后排戏我就不自量力，就给他听我自己写的一首抒情歌，带我给他聊王子。然后我们拍片完，拍完之后，大概隔六个月吧，然后有一次我们要见面，然后他旁边有钢琴，然后他就说，闪亮，我弹一首歌给你听。我说，好啊，来啊。然后就弹了我半年前弹给他听的这首歌，就一个音符都不差的就把它弹出来。那我觉得哇，这太酷了，玉祥看不到，但是竟然这么酷。所以我们今天就要表演这首歌，这首歌叫《流浪王子》。为什么流浪王子呢？因为为了爱，大家要去流浪。好，准备了。大家要调音这样。刚刚他没有说清楚的地方，我再跟大家说清楚一下。大家好，我们是怕胖团，怕害怕的怕，胖子的胖。为什么我们叫怕胖团呢？因为看到我右手边那位黄色帽子的小胖子，大家就知道为什么我们叫怕胖团了。还有我们坐在后面那位也是非常一个巨大。好，没有关系，你们可以上网搜寻我们叫怕胖团。好，这首歌来了，这首歌叫做《流浪王子》。来，玉大哥，那个灯光来个难过一点 ，Thank you。怎么不动啊？不然一个灯打我头上，
照相片。然后我好像很嗨，然后你们不能感觉是被逼的，然后呢要有笑容，有没有？有没有笑容？笑容。好，等一下，我要去摆 pose 了。就可以看到你们的照片了，没有问题。好，没有问题，就是这样。好，最后一首歌叫做《一起来看灯会》，很简单。我好喜欢台北灯节，是这样唱，我教你们唱一次，你们就会了。一起，等一下，哎，怎么唱？一起，哎，哎，我也有点忘了。玉祥怎么唱？我好想你，没有，好的，一起看灯会，一起看灯会，看灯会，看灯会。好，反正就是这样子，一首歌从头到尾就这样子，你们就要唱就可以一起唱，不要唱也没有关系。反正这首歌我写的嘛，怎么样？邀请我来啊！好，来一首歌，一起来看灯会，来。
到了音乐为黄玉祥这样的一个视障的朋友点燃了他人生最光亮的一面，也希望各位找到能够点燃你人生热情最棒的那一面。从今天开始看完我们爱无限乐团的表演，希望各位回到你的生活里面，无论是碰到课业的、感情的、工作的、婚姻的或人生的任何小小的困难，都希望大家能够跨越障碍，勇气无限，拿出这样的精神来克服所有的困难，迎向美好的新年。代表台北福旺阳公益慈善基金会跟爱无限乐团祝大家新年快乐，身体健康，事事如意。接下来把时间交给我们接下来时间的节目主持人 Lisa， 谢谢大家，谢谢，谢谢。哇，刚刚呢看完了我们福旺爱无限一连串相当精彩的节目之后，相信呢大家真的可以深刻的感受到晚上的节目可以说是一天比一天更加的精彩。紧接着看到很多人都把相机、把摄影机准备好了，你们在迎接的是什么团体呢？当然就是我们的 Dream Girls， 没有错，让我们用最热情的掌声欢迎 Dream Girls！ 大家好，抓住这节奏 ，OK， 拥抱，用双手的名字，快过来，从此我想。
张 EP 的歌，那喜欢的朋友希望可以多多支持我们。对，那接下来这首歌曲呢是跟严峻一起合作的，叫《爱情微波炉》，谢谢。是这样子吗？是很感动，没有，对，有很感动的朋友可以来我们的售票演
会看我们的表演，那也可以上我们的 FB 去关注我们。那接下来这首歌曲呢，要送给大家，叫做《因为有你在》。Dream Girls， 但是大家也不要这样子，人间冷暖就直接离开了，对不对？
有手册的话，赶快拿出来。请问我们2013台北灯节，我们有两只很可爱的吉祥物，蓝色的这一只有点帅气的蛇，它的名字叫做什么呢？好，等一下。当我说一二三的时候，举手要给我最大声的台北灯节，那我选最热情、最大声的那一位哦。准备好哦，蓝色的吉祥物，它的名字到底叫做什么？1、2、3。好，我看到我的正前面，对，有一个举的是相机吗？那一位戴眼镜的帅哥，好，你大声的告诉大家，蓝色的那一只它叫做什么名字？金勇，正确解答，麻烦拍手好吗？来，请来到我们的舞台前方。好，那金勇的女朋友是一只很可爱、粉红色、很温柔的，也是一只蛇宝宝，它的名字叫做什么呢？等一下，一样，一二三，要给我最大声的四个字。男人女人间的 PK 搏斗了。好，在你们的旁边呢，有两个我们呢象征着过年非常喜气的春耕服，对不对？等一下呢，我们的工作人员会把这个春耕服给打散，那么最快把它拼完整，然后呢来我麦克风这边大声的说出通关密语。通关密语是什么呢？就是我爱2013台北灯节。最快完成的那一位可以来上台，抓紧把我们多少钱抓回家都让你带走。好，那比较慢的那一位呢，很可惜，不过我们一样有礼物要来送给你。两位准备好了，等一下呢我们先请工作人员帮我们打散。好，那么呢记得我们现在先往旁边转，好好看旁边就好了。好，工作人员打散之后呢，紧接着请记得等一下完成要说出通关密语哦，要记得要说出通关密语哦啊！大家不要帮我们给 pass 好不好？来，好，虽然看似简单，但是好像还是有一点点小小的困难。准备好了吗？来，请问一下，刚刚这位帅哥，你的旁边是春还是福？是福哈，好，那我们的美女这边是春。福跟春，春跟福，两个人呢要把它拼完才算完成，而且要说出通关密语哦。预备 ，Ready Go， 加油！我们来看看到底谁可以最快速的完成我们这一次的 PK 呢？好，只要呢把我们的春跟福拼完，那么就可以非常容易的把我们今天的大奖，也就是我们抓紧的游戏给带走了。好，感觉好像很简单，但是却好像有点困难，对不对？加油加油加油！来，目前我们的女生男生各是2-2的成绩啦，来3-2了，加油加油加油！赶快！我们倒数10秒钟的时间，10、9、8、7、6、5、4、3，加油加油！2、1，加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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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拼出来了吗？拼出来了吗？我们要选出一位冠军，有这么困难吗？下次直接抢。给他们5秒钟的时间，好不好？我们大家一起倒数。如果5秒他们还没有完成的话，那就让我来抓紧喽。一起倒数，5、4、3。
Lady First 卡，不过我们要有礼物要送给你哦，谢谢。好，我们前面工作人员会帮你引导去我们的礼物处。来，接下来，美女，现在是你实现梦想的时刻。等一下呢，我们手下去五秒钟的时间，只能抓一把哦，五秒钟看你的手能抓到多少，那么这个钱就是通通让你带回家了，好不好？抓到多少就是多少钱带回家。好，对，只能抓一把哦，好不好？五秒，然后我们要邀请大家帮我们一起倒数哦，一只手，一只手，好，准备好了，预备。2013台北乐节淘金活动，预备 ，Go！ 5、4、3、2、1，好，来，这全部就是你带回家了。来，我们把它装到袋子里面，我们到旁边呢，帮你数数看今天晚上赚了多少钱。好，那么呢，今天也非常的恭喜你，是我们今天晚上的赢家。接下来在场的所有的好朋友，相信大家呢也都非常期待今天晚上我们最后压轴的演出，也就是我们非常帅气的男子团体，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来欢迎爱欧乐团。 Hello， 你们好。早上为你准备早餐，感谢你上班，没交谈，没能请到你桌上。放学把你拿着包包，为你准备烛光晚餐。给你给你爱的好，对你又让你喜欢。手机给我好不好？爱你爱到需要放假，要他晒得细数阳光，直到你却突然大狂。Yeah， 红色的回忆多变。创意都在外面，然后我们看到很特别的
希望你们真的要带你们的朋友一起多一点来参加这个台北的节，好不好？接下来带给你们是一首比较温暖的歌，是我们第二张专辑的抒情主打，希望你们会喜欢。这首歌叫做《向左向右》，谢谢。
真实，谢谢。